假发什么特别？哼，你有所不知了。他摇头摇什么头？明明很好看。很多人问我，哎，怎样顶得住你脾气？又系我美好，我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。是的，欢迎来到了我的美好开箱第一二三四，应该是第四集了，对不对？猫猫两集，就第四集了。这集是啊，有没有看我之前三集啊？今天呢，我要开箱什么呢？我要开箱假发。你一定会讲啊，假发什么特别？你有所不知了，因为我购买了这几款假发呢，有几款呢，我本身是觉得非常的特别，因为我也有戴过啦，我也是觉得很适合我这些头发很少跟短发的人。那今天不会只是我一个人做开箱而已，我请到我的助理 Orange 跟大家一起介绍这个假发的，我们欢迎 Orange。 耶、yeah! 阿长来了，阿长只有我可以叫 OK。 我们叫 Orange。在这影片之前呢，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话，麻烦请订阅我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我第一时间上传影片，你就会第一时间知道啦。你知道今天你来做什么的？戴假发。对，海拉海拉戴假发。我长发，我一直想要长发。对，我也是，因为我们两个刚好是假发。假发？哎、啊，不是，因为我们两个刚好是短发。然后我们因为两个人是短发的原因，我们都很渴望就是马上变回长发，就是有时候想长头发很漂亮啊，很美啊。来，根本在当真帮你想了一个好办法，让你拍照时候马上拥有美丽乌黑的头发，而且非常的美丽。所以第一款呢，我们要介绍的是，哎，我们先讲先这个哦，其实是阿长哦，之前就是在淘宝刷就讲，哎，妹，这个假发很美，然后给我看之后讲，哎，咁靓嘅，很特别，然后我们就订了两个之前，首先先给大家看看第一款先，哎，对对对，还有戴个戴帽，然后这个是给没有头发的人戴，没有，是不是？哇，你看，这是很特别，他现在假发已经出到跟帽子是连在一起的，而且我们刚好定的管理是不是很好？这个管理很好一下，不像那种很假的 plastic 的头发。对，然后而且很毛躁，这个可以梳，它还附送梳子。比如说，可能你很毛躁的时候还是什么，你可以梳一下。我有带出国来拍照，我觉得哦好靓啊，然后就女神啊，顿时觉得我变成 K-pop 的那个。头发短的话需不需要？对，我现在想戴一下是吧？对，你要戴一下，你要戴给大家看到底它美在哪。因为很多人就觉得假发很是一个很假的东西，马来西亚好像很少人戴那个假发出门，因为我们这边戴假发应该是有表演啊还是什么东西会戴。哇，雷闪啊，真的很美耶。哎，而且这个颜色我很喜欢哦，灰紫色。然后你顿时哦就会觉得哇，真的我长头发这样漂亮，我美高，我直接来哇，你会长发了，真的真的我为什么也会选择戴假发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头发本身很少跟很幼，所以我就算留长啦，我也不可能有这样多的头发，你懂吗？我懂。这个超好拍照，可是我觉得在马来西亚戴会很热啦，因为那时候我试过戴哦，我老爷，我那假发全部粘在我的脸那边。如果你们问我这个如果不小心变直发，可不可以磕？可不可以磕的？其实这个我没有试过哎。这个帽子的假发其实它不会很贵，所以我觉得它的假发应该不是正发啦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拿来烫的话，我怕会粘掉。Jeep Lock Lay 都矮都磨，这个是我们刚刚几个礼拜订的，我订的是这个浪子的猫，一样的卷发，可是是不同颜色，这个颜色哈、哦、带一点绿。暗绿色，鸭西青，无边都鸭西，是亚麻绿吗？哦，亚麻绿，哦，哇哦 ，sorry 啊，因为我都讲了，我对颜色没什么概念，我太多啊，绿色，鸭西，对，我是全身鸭西，可能别的国家听到什么什么鸭屎绿啊，它是这样的，你要给大家看，它是跟那个帽子是连在一起，可是哦，我之前有看到我的朋友，他也是有他的那个假发是可以拆的，就是你可以可能你不要假发，你要只戴帽子，或者是你要。换不同的假发也是可以，可是这个不能拆的。这个如果在马来西亚戴，应该要得一把来算。咩事哦？这个人他想旅行想疯了是吗？小姐，我跟你讲，刚开始戴你会觉得很好笑的，但是 you know， 其实它美的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很紧啊。很小个嘞，这个好像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这些帽子戴不好，你就很像病人。OK， 喂 ，OK 嘞 ，OK 吗？金娟，还摇头摇什么头？很好看，因为我这个角度看到也很大。
因为可能这边可能头发很大就很妙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记得大的时候你要你都是要 adjust adjust 定冇？千万哦，不要给人家拉到你帽子。这边我们两个突然讲 K-pop 了。真的，我觉得真的，如果你去旅行啊，尤其我本身哦，是一个我去到国外哦，比较敢打扮的人，所以我就是可以打扮夸张一点，因为外国人没有人认得我嘛。之前我戴的那一个李光洁的那个荧光色 Rihanna 头，我走在街上，人家问我是不是明星哎，我就。对，我是李汉娜。你真的有人问我，你真的？你以为我真的自恋到在那边讲？不是事实的事实吗？我在那个上海的时候，真的有人讲你是不是明星？因为我那时候几夸张嘛，我戴荧光色的那帽子，然后李汉娜头发，然后再穿一个荧光色的那个外套，哇，好像该谁啊？你激动我也宾馆，我就走在那个街上，我就这样。结果，然后你跟他讲你是明星吗？我讲还好了，我看我的戏嘛，我就当场唱。哎哎，你应该录埋，你的景轩以为我又在那边吹水。虽然我本身系成日好中意开玩笑啦，但我都系有认真嘅时候，我睇到嘅。我也是有认真的时候吗？不觉得吗？我认真的时候是。第三个呢，我们要介绍这个帽子的假发，另外一款，它是不要讲。这个 G Dragon 可能也有戴过，这个原本是直发的，给 Alan 戴啊，我会放 Alan 的照片。哎，你不要一直摇，直直直直，你的头直直。哇，你有什么感想？哇，你头发真的是，你可能你的头太大了。它的手感很好，你不信，景轩你摸看。真的真的，因为有些真的他的那个假发哦，他会很假，跟他的头发有点毛躁。可是这个 OK。好了，我哋而家邀请我哋嘅阿橙戴第三个假发。哇，哇，很美耶，这个。有点欧美风出来了，有没有？这个蛮美一下的，我觉得，而且它是黑发，黑发对不对？对。因为其实Orange 呢，他之前是长发的，也是蛮美的，就是这样子咯。可是就是想要换发型嘛，后悔就越剪越短，所以。我讲剪假啊，不剪假发，哎呦，我都一直讲假发。我讲剪短发是 OK 的，可是你要留长的过程中是非常辛苦。我要留多久？我要留回家？应该半年吧。这男生也可以戴哦 ，Alan 也喜欢这一款呢。哎呦，美耶，你很像那种你穿那种制服，不是学校制服。哎，没耶了，什么？学校每天穿制服的。Alan 喜欢。哎，然后那时候我戴这个假发哦，那时候我去上海嘛，我去海底捞，然后你知道你看到你长头发嘛，对不对？他就好心很热情这样，我给你这塑胶圈，你可以绑头发，这样你不会这样热哦。我就 OK， 那我直接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放在旁边。好，我开始吧。然后那个店员就傻眼。迷你皮筋。哦，不用了，为什么？我脱帽就可以了。好，我帮他绑。他怕走过会有味道，头发。好了，我们来到了第四个假发，这个不是帽子来的，这个是这样。我本身很就是想要很多的马尾，你懂吗？我的真马尾，很厚的马尾。因为我本身的头发啦，讲真的，我的头发如果留长啦，绑马尾啦，我头发只有这样短。啊！我在蹦几岁，我一个愿望就是，只要我的马尾很厚很厚很厚。这边实现了。对，实现了，淘宝终于有卖马尾了。哎呀，我现在。我不懂，我会绑啊！你要绑我，就是我是不是要绑一个马尾？绑一个马尾，所以我还是要绑一个bob，还是讲马尾吧？哎呦，明白吗？不明白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哇！我终于我头发可以这样。我老哎，哇，也美呀！你看我就这样，很像那个偶像剧里面有男生问我，我就。哎，什么的？我觉得很漂亮，是不是？我也是觉得。Alan 好漂亮吗 ？Alan 不要理你啊！来搬。还是不要聊，还是不要聊。我跟 Alan 沟通就是这样子。很多人问我 Alan 怎样顶得住你脾气，他没有在理我，所以我也是不知道他对我有什么看法。我的马尾以前不能这样，真的。马尾，我下坠。哎，真的。
等一下姐，我想到了，我还有买一个刘海，快点放刘海啊。OK， 我也是要买刘海。为什么我会买刘海？是因为哦，我很少剪刘海，因为头发很少啦。然后我也是有问过我的那个 hair stylist， 问他我可不可以剪刘海，因为我很羡慕人家有空气刘海。然后他就一直叫我，妹你不要剪啊，妹你不要剪，真的，因为头发很少哦，如果一流汗哦，就剪掉你。所以要不要给他看到先？你先不要跟观众讲话。叫我跟你们讲，我觉得我有刘海，真的很像那个马姐，你懂吗？我敢 Q 啦，真的没？确定吗？哇，我可以这样梳刘海了嘞！可以不一样的 style， 我觉得不一样感觉。我觉得我放了之后，我瞬间变16岁，你懂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相互。我觉得 OK， 我觉得以前我也是有一个愿望，我想要剪爷克头，我现在实现了。我觉得我很像 Kitty 姨姨耶。OK OK， 哎 ，OK OK 猫也是 OK OK 猫，我可以跟你做姐妹聊。大家好，我系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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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猫嘅妹妹 OK 啊。还有我的刘海，就记得我吗？我觉得这个好过上次我们定的刘海，你懂吗？你知道我们定的刘海上是几条毛吧？很嘎嚓酱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空气刘海啊，就太空气了，太空气了，空气到那个，真的。这一刻开始，我要试闻。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介绍吗？我们还有一个我们新买的假发，我觉得我很适合像那个中国抖音啊、哦、唱歌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。所以我这个路。所以我这个录唱这首歌是没有错的，如果之前是我本身，应该很多人想打我，我一定要打你。原来这么多人不爽我了，我给他记走。我不爽那首歌。今天到 Orange 戴的这个是真的是整顶假发啦，蛮长一下直发来的，有刘海的，很恐怖耶。所以现在我们让他戴这个丝袜先，因为那个刘海太尖了。这一集会接下来拍第四集哦。怎么又新的？我准备是不是惊喜？真的，这次能不能不要代替了？全靠你。如果你们觉得我刘海好看的话，也可以在下面留个言。好像鬼耶！我现在 ，My God， 我不会弄。你会不会觉得头发多的人戴假发也是一个问题？因为他头发后面很拱啊，很难收。所以你要拉的时候可能会，可能我们不 pro 啦。喂，不要在电视剧。好巧，好巧，好巧。OK， 经过7749日，我们的 Orange 已经戴好佢嘅倩女幽魂嘅假发。太闪了。噔噔噔噔噔，哎，那是董神 ，sorry。OK， 我觉得呢，如果你们很想要快点留长发，可是又等不及的朋友们呢，可以考虑一下这些假发啦。可是可能你在国内戴会比较热啦，但是如果你可能有旅行啊，还是这样啊，我觉得是蛮不错的。因为尤其是你旅行不是很早起来的没？对，还要去弄。对，还要弄头发，要化妆，是很浪费时间的嘛。那你戴了这个，就是你又省掉你磕头发的时间啊，只是化妆。对，我那时候去出国就是这样子，哇，省时，我还可以睡多15分钟。你给点反应我嘛，15分钟是很多的，你懂吗？在影片的最后呢，我们会摆几个很特别的 pose。没有啦，我们就是摆一个 pose 来做 ending 就好了。对对，我们就会摆一个 pose， 就是我就是要讲这个咯。记得留言、按赞及订阅我，然后并且打开小铃铛 ，OK？ 然后下一次我第一时间上传影片，你就会第一个知道啦。然后如果你想要我开箱什么的话呢，你在下面留言，我有空的话我就会开。还有记得 follow 我们的这个 Orange， 快点，你只有3秒讲你的 IG 的名哦。我的 IG 是 Orange OKM， 哎，我们要摆 pose 了。哇，高级！在影片的最后，我们来一个很飒的 pose 好吗 ？Orange， 准备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先生，点解系你噶 ？Orange。我咩领嘢？玩啦！谢谢 Alan 的课程。怎么弄人的我有看那个飞车那个战马不见了，我的 N 不见了，战马阿正安娜战马战马赛班我都给战马
这边这么的暗的，蓝屏电视跟我的人一样。哎，我拎你姓咩嘅陈啊？绿绿色嘅绿佢姓啊？哎，光头绿。路啊路啊，马路的路。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陆地的路。一个。其他都不知道啊。你可能打开。不能，头太小了。这个是可以拉的。